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靓靓颁奖频道。这条片是全新天地 Good Afternoon 330梦想舞台 Crossover 人际医院 Busking Battle 歌唱比赛颁奖礼里面孔文熙表演的片段。他表演的歌曲是一人之境。因为今天的主题是 Busking， 我以前都 Busking 过，我初中 Busking 的时候到考教我们就会想、有哪些歌是二甲的，有哪些歌是一个人玩又好听，一对人玩都好听。那我就揀了几首歌，那我首歌我觉得都是算是挺好玩，还都不算真的很难揀的一首歌。出来就算你一个人弹又好，我们一对人都好，都可以玩得很精彩。我相信揀这首歌和这首歌的歌词都是很有原因，就是真的可以做到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。这个时间交给孔文熙为我们唱出一人之境。是，谢谢。我在揀这首歌的时候发现原来早几个月太现场，那我就很害怕太现场，好在我有个颜值可以比比 IU 的球手带领的。那我送给大家一人之境。在表演完结之后呢，我就找了孔文熙谈两句。Hello， 孔文熙。Hello。 你今天参加了全新天地的 Busking Battle。Hello。 我想问呢，就首先你看了那些参赛者，那些水平你觉得是不是很高呢？其实是很好，因为我之前也都去了做评判，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平均即青年人的水准真的越来越高。是啊，即系我觉得我哋自己都要努力。系啊，我先头见到，我哋真系唔可以俾佢咁。系啊系啊，冠亚季殿军嘅水平都好高啊，真系。系啊，真系好。同埋你先头都系表演嘉宾之一喎。系。你觉得紧唔紧张咧？其实都 OK 嘅，系啦，都即系因为首歌我自己都中意，咁所以我都玩得好开心。系啊，同埋 Busking 就最紧要系玩啊，即系同嗰个琴手夹埋一齐喺个音乐度玩，咁所以
開心嘅成嗰個過程。我想問下之後你有咩表演啊、演出啊？我嚟緊咧9月29號啊，好似係啦，禮拜日嚟嘅，喺科學園，咁我就受邀有一個叫嗰啲日本動漫嗰啲同人展，係、哦、啦，咁我就會喺度唱啲動漫歌咁樣。系啊，嗰啲 animation 嗰啲喎，哇，比較少聽，好，咁都好期待你嘅演出啦嚇。係啊，咁如果你有興趣，你哋可以揾啊，即係可以去 Facebook 度揾阿孔文希個 Facebook 聯絡佢，係啦，咁就可以揾到啦。冇錯，冇錯，冇錯。好，多謝曬你喎，多謝班長，多謝 ，thank you。